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能不能再说一次？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本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情，但是最近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你愿不愿意？我愿意。你想靠着我的肩膀，安静，可以。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十年后再见到你，就在咖啡厅那次，你对我很冷淡的交流，让我感觉你像变了一个人。之后和你一起行动，我感受到了你身上的正义和热血，独立和坚强，和十年前的你一样。后来我知道你当年离开的真相，我好心疼。